以你就要交予农改场，农改场用这变作一个回馈嘛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这农民去到中国的时，同款嘛，我把这技术交予你，你生产所有生产的物件，你爱给我，吼、哦，你爱给我偌济钱，结果咱拢有厂，拢全送了奉送出去啊，台湾农业怎啊好拼会倒呢？安尼讲，因为咱的工资足贵，伊工资足少，我而且讲，伊足是啥失业的农民啊。就是啥，就隐藏性失业的这些农民工啊，哦，所以这人啊，那等下到迄个农田，等下到农村去，伊当做这新的产品的这个进驻，然后我都等下跟人竞争，咱无籽西瓜丧失市场，香港日本的市场无一样，无籽西瓜是安尼无一样，这是上早我上了解的讲，咱古早的无籽西瓜就讲台东华莲遮，足侪人种无籽西瓜。啊，拢出口去香港、甲日本，到尾伫甲你经济体中国政要的时阵，哇，市场叫起啊，鳗鱼同款，伫东山岛，中国的东山群岛遐，迄、那个鳗鱼嘛同款。本来咱鳗鱼卖啊足好个，拢卖日本个啊，结果去遐饲饲的时阵，哇，对遐饲的时阵较俗嘛，假使你直接去买日本一尾鳗去卖500块，伊讲我才200多，迄就会使哩啊。啊！若经营合格的时，日本人买两百，买500，啊，咱嘛无起来摕劳务无起来摕权利金。啊，咱农民有够单纯，有够戆。啊，咱农委会条例讲安尼，我头先讲无3000种的这个种源，甲咱的技术无偿流传出去，一部分是农民工，另外一部分是农委会退休的官员，直接提去奉上会呢，奉送给他们呢。饲鸟鼠搞破玻璃。也不过如此而已啊！咱台湾人饲中华，饲死的，才中华咧甲咱搞破破的啊！真的情何以堪？所以咱即摆嘛，民政府有真大迫切感。咱迫切啥呢？时间上咱足迫切，较紧认真拍拼，较紧爱成功。咱一旦成功的时候，明年我就转来甲咱支持。我即摆真正甲我讲吼，时间吼真迫切。我认为一个吼，咱个同心拢爱，真正爱绷紧自己啦。对啊，我现在逐工都伫想讲，要安怎来做，要安怎来拍拼，咱才会敢得到咱应该有个成果。因为时间吼真有限，一直服务落去，一直服务落去，台湾会怎啊？有到尾吼，真正害了了。即摆已经害了呀。所以讲100%来讲啊，可能已经90%拢烂了了去，剩10%，剩10%，想看卖，今日若讲台湾了有法度安尼，农业了当继续生产，是靠60岁以上只老伙仔啊，认真拍拼，吼、哦，种植个技术并无失去，但后续无人啊。假使我老爸种植我也要种，我就不要种啊，唔是讲哦，我即摆。叫人家抱落身哦，爱着生出呢。伫我到什么程度，爱淹偌济水，到什么程度，爱搁淹偌济水，这拢爱有时间性呢，而且要有技术呢。人讲话，若要种植，我上少要种3届，种3冬，哦，春一季叫一冬嘛，啊，冬啊一冬安尼，哦，啊，3届，第一遍可能未成功，第一遍可能成果足歹。第二遍有较好，第三遍迄、那个经验累积起来了，你第四遍可能会做了较理想。我真正毋捌过过做过种过地瓜嘞，甲呾古早有啦，蔬草啦吼、哦、啊呾切啊拢有啦，但叫我去管理这个吼，这个稻田我无法度，无相当经验无法度。啊，即摆这个种稻的技术一直咧流失，哦，等于我话种菜无问题，种菜无足紧嘞，但种菜嘛毋是简单嘞。甲各位报告，种黄梅变来种，我唔知呢。我想，古早我来甲阮老爸老母斗种呢，啊，真简单啊。哦，过就甲种个呢。我种伊倒，第一遍我种伊高顶啊，一个讲伊种高顶啊。哦，哇，高顶个心啊，风一吹倒去啊，就是安尼。甲我妈讲，哎，种高顶好，一个个是种高顶。种高顶，我想伊一捆甲种较济了，一定生较济嘛，甲种死啊，会生无？真赞嘛，无肥肥无够嘛。我妈讲，伊是干呐种两粒，啊，所以两粒块点卫生，若死一粒嘛无要紧，
安尼先吼，第三遍才真正甲高顶种两粒，吼，啊，才大丛起来先，像啊，才大丛，像咱去手才大丛的先吼，哎，才大丛的先，哎，我关是说吼，才较正较正的先，啊，甲这高顶的土吼，飞来，盖到叶头，风吹伊就袂倒去，啊，然后伊嘛才用心才会行，啊，生出来就生较济水啊，所以种种植这个物件实在经验的。 我毋知讲，咱毋知讲吼，咱将来啊，爱加强咱的农业建设，加强咱的农业教育，啊嘛加强咱的有关农民权利，要安怎去甲照顾好，吼、哦，像这权利金应该有，比如讲生产履历表，这拢爱有，吼、哦，啊你的基因研究嘛拢爱有，啊咱才有法度伫世界各国会当甲人竞争，啊所以这工会足济，干农业这项，干农业这项，咱就足济工会通做。 六月二五，咱的有日本的朋友会来看咱的有关水果红的，啊，我的迄个火龙果，我火龙果种，现出是车4500丛，啊，这个月要搁种4500丛，哦，啊个六月二五，遐日本朋友若是去看，已经有火龙果通食，各位若有兴趣，到时是欢迎来参加，哦，来阮遐。 试看卖，食看讲，阮的火龙果好食无？一粒一公斤左右。旧年卡生，今年可能会较量产。啊，我想简单甲大家做这个报告。啊，希望大家吼真正，伫这个所在，两工、三工吼、哦，认真甲听，每一节的课程拢按做笔记，笔记写下来，等于永远都不偏者。 啊，来袂记，过参考迄个册，啊是去看网络上，哦，遐文章，甚至必要时，敲电话来请教咱的秘书长，哦，也是进入这个先进同心内底较了解，啊讨论，安尼是家己所听到物件，融会贯通变做你的学问，哦，安尼是后你就发大起上，去家己的咱这个福音啊，咱的传播福音。 甲咱周边的亲戚、学生、亲戚朋友啥吼，甲伊报告来，甲伊游说，回了外讲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是啥物，台湾人将来要行的路是啥物，这条路是正确的，咱大家拢来甲认识这条路，来遵照这条路来行落去，咱台湾是讲，咱就变成一个自治建国的地方，咱家来管家己，吼、哦，伫美国军事占领下。 咱台湾民政府来管咱台湾，甲咱台湾管哦真好势，建设会变作讲真美满的所在，真完美的所在。无讲像今仔日，我安尼一路驶车来，高速公路虽然较平，但是呢，一般装卡的路拢弯弯曲曲、坎坎曲曲，吼，迄拢无合格。即边咱去日本，吼、哦，因为咱伫迄个旧的社区。 较沙卡嘛吼，较旧的社区，每一个拢白白白，每一个所在你无看到讲杂草，每一个所在无看到垃圾，水沟拢清清清清清气气，无看到塑胶袋。但咱台湾人举目望去，各所在垃圾、塑胶袋、果皮、烟蒂。台湾古早毋是安尼呢，迄是中国人的歹习惯，啊咱台湾人吼，要学好足慢。 啊，要有歹足紧，咱这歹习惯，这个歹文化，咱来家切割，彻底的切割，互咱台湾人每一个人拢恢复1945年以前咱迄个文明，政治文明、社会文明拢爱有，啊，咱才变成一个真正先进的国家。毋是讲你每一个人一年收入平均国民所得是2万以上，你讲哦，你是先进国家，不会代志。 新官垃圾，中国迄新官垃圾，敢若要共欺骗，啊，然后评委嘛安尼无正常、无正当，哦，拢要共换骗，迄也是无正常的社会。啊，咱台湾人一定爱坚持咱过去，真清清清白白。伊就是伊，我就说，袂使模棱两可，中国人是模棱两可的，马马虎虎，咱一定要改进这个物件，互咱每一个台湾人拢过一个真有尊严的日子。 到迄天的时阵，咱才会当讲。
咱的目标达成，毋是讲咱执行了了真正达成，执行了咱还阁建设，所以建设的是咱足侪需要足侪人才，所以咱遮还无够，1800人还无够，吼、哦，咱讲要训练4000人，虽说到时4000人阁无够，不过迄当阵咱若4000人有伊以后啊，咱可能靠人，咱可能要办3个月一期，3个月一期的时吼，就是我真正是公共行政的训练。哦，啊，迄课程就比较复杂，同款课程听3个月，同款一个演讲训练是3个月，类似安尼，安尼只基础只会知。当你有一天真正执行时，你做一个行政官僚，你才会把代志做好势。所以今仔我讲到这个所在，多谢大家来参与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